要就勇敢的放手去追，被嘲笑的梦才值得追。欢迎来到我们的女力收刀系列，今天我们的来宾是，欢迎我们的雅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雅竹。今天雅竹特别就是我们要收她的包包，我们现在看一下，你这个包包很软耶，用很久了。这个是我回来拍女力报道那时候，因为我要演一个就是小妇女，就是要有一个公事包，所以我特别为了角色选的，因为它要够大，可以放一个电脑。然后因为我怕麻烦，就是我不喜欢有私包，然后又有道具包，所以我就把它当作我的私包跟道具包，没上班背着它，上班也背着它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我们雅竹包包里面有什么东西呢？第一个有一个很可爱的，这应该是化妆包吧？不是，这叫什么包啊？里面就是有一些药、生活用品就对，镜子、眼药水跟就是通鼻子的，带出来，但是可能一个月都用不到一次的这种，可是你又不能不带，心又觉得怪怪的。对，但我已经跟雪绒比起来算。再来，这个是眼镜，但是我是比较一下戏，就是马上就把一些。你是近视很深吗？还是有闪光？我有闪光，所以晚上如果开车的话，一定要戴。一定要戴。你是天天都会带水果吗？这是我早上去按摩，然后那个姐姐给我的。也太好了吧，樱桃这样。人间处处有温情。真的，这个是刚粉丝哦，对，这是粉丝送我的卡片。粉丝送的小卡用品。哦，这个自己每天一定会用到的。看一下，非常自豪的环保餐具。我有一点。闪闪发光哎。我是含着金汤匙长大的孩子。重点来了，我们的钱包。小编也是先感受一下你今天带多少钱，感觉好像有5000元的感觉，但我到底有没有猜对，我们就打开看一下。好，到底有吗？一个眼神示意来了，我看一下，数一下，2100。这2100很哎，这我一个礼拜都用不完呢。就是每天都吃剧组，而且就算你要去Seven买东西，现在都是支付。现在用到现金的机会真的太少了。2100块算多了，算多了，算多了。对，因为我们之前收包还有更金额更那个。哦，更少的吗？对。后面就是保健食品吧。哦，保健食品。那一样，我想问你，就是如果你包包只能带三样东西，你会带哪三样？包包带三样东西，环保餐具、眼镜跟保健食品。哦，你会很注重保健食品。就我只要吃完饭一餐漏掉吃，我就会觉得浑身怪怪的，感觉不太对。所以也是很养生的一个人这样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收包系列就顺利成功，谢谢雅竹，拜拜。要就勇敢的放手去。